这是第十八天的故事。大家到早，早上就睡在这个玉里煮沸腾旁边的空地啊。刚好这好佳哉，好佳哉我经的这位哦。后来就较无风，然后我就睡去啊。然后我本来打算要睡到三点半，结果现在才差不多十五分钟左右，开始落雨啊。因为在顶冠是铁皮嘛，所以落雨足明显的。暂时落雨应该是无代志，只是惊等下唔知有风，有风的话，你可能压到我帐篷。所以安尼，我嘛是爱赶紧款款的先收起来。安尼看起来，今日就是爱穿雨衣行路啊。总之，啊、哦，今日嘛真辛苦啊。好啦，先，因为这个所在关庙门以后嘛无变数啦，所以。洗手的先来去洗门也好啊，因为洗门靠我都稍微洗面洗嘴一下，上加变数的。好，赶紧来收啊！四点十五分，今日天气就足尴尬，因为我三点起床的时候在落雨，然后雨一阵就过啊，涂骹即马阁变大个，可是外口还阁是湿的啦。重点就是，因为我现在是无法度知影今日到底几天会落雨无。保险起见，我今日就是当作今日几天拢会落雨来款行李，予大家看者。好呀，讲到一只请入去只箱仔内底啊。主要落雨就是甲好呀讲请入去内底啊。然后有可能湿面的物件，反正拢进进入去内底，然后。今日就穿拖鞋行吧，我嘛唔知好行无。可是落雨的话，布鞋湿去嘛真麻烦。总之，我即马第一个目标，我先来去西门借便所，因为庙还袂开，啊便所伫内底，所以行吧。在厝感谢王母娘娘借地主伫遮休困一暝。行过一路稍微较近25公里，可是要行一遍可能无啥物点。先吃吃早顿，甲继续来出发。伫超商吃吃吃早顿嘛，拖到五点嘛。哇，佫开始稍微咧落雨，雨无介大，可是就是，我看是一只卡雨马穿的，然后豆豆行吧，因为今日穿拖鞋。所以可能无介好行，反正咱着穿好鞋，豆豆行吧。总之，今日一出发就穿好鞋好啊，因为毋知影啥物时阵阁变大，等下行伫路顶要阁换都麻烦，所以今日直接把好鞋穿起来，然后好鞋穿伊要伫内底啊。好，安尼就着当出发。早时五点左右的这个玉里。天色同款做哦，尤其佫落雨。实际行一段路以后，发现这拖鞋湿气足久的，足歹行路的。毋是下底是我的脚甲拖鞋，伊一直流气，所以我也是换只装备，甲我布鞋揢出来好啊。总之，也是换只布鞋较好行路，虽然湿气嘛无介爽快，也无多啦。其实我即马呢是有淡薄啊倒过，因为我真是往南去。其实阿要去瑞穗的话，继续台九线往北就会当啊，就是只沿着台九线继续行就会使。可是因为啊行大高山去的伫五号迄个所在，会拄到山爱爬行爱爬过山，所以我今日决定先往回行，过去即个玉里大桥另外一边。然后顺溪边往北行，遐有另外一条路，嘛会当到瑞穗，啊到青莲寺距离差不多，但是是平，甚至缓下坡，就唔免阁去爬行。只是即马这大桥咧施工，车道间嘛是变细，
可能有较危险哦。哎，好佳哉，即马较无车，我即马爱赶紧来通过啊。好，好，先安尼。天慢慢啊变光，嘛开始咧落大雨啊。今日画面可能足少的，我等下要手机啊收起来。无这下歹去，我真正转去就要哭啊。拄才行过这个玉里的大桥，因为桥顶的施工真危险，无都停起来。原本顶管应该敢若有一个纪念碑，可是因可能咧施工看袂到，我嘛无都停起来去。咱即摆这条就是秀姑峦溪，花东纵谷形成的原因，大家会记吗？我也无记唔对，应该是啥物菲律宾板块甲欧亚大陆板块两个板块相融，然后海变成两边是山，中央有一条即个纵谷安尼。啊，这条 K 就是即个交界，即、这个 K 就是即个交界，所以中央有一个两个板块的迄个纪念碑，因为遐是交界。因为雨变大，所以手机啊我只好先收起啊。今日画面可能真正会较少。继续赶路，等下就是要沿这山脚的路一路去到瑞穗，这一路一直去就会当通到瑞穗啊。等下无雨，还阁骑手机啊出来，先安尼赶路，行。雨有稍微较细，骑手机啊出来记录一下。咱今日就是沿这条193，这应该算县道吧，一路行到到瑞穗。其实。落雨天有落雨天水的所在，这是很麻烦的事。啊，因为我手机啊无带防水的物件。今日正经拢爱等雨较细，想到我都摕手机啊出来啊。落雨天的水，鸟啊嘛是着爱照飞的。大概规工拢是保持安尼啊吧，我感觉保持安尼算上好啊。哦，拄只有一段雨大，然后风也大，哇，真惊行到足艰苦的。未遮远嘛，要走来肥吧。伫加油站小便所小休困一下。这敢若是要往刺科山去哩，哇，雨阁变大啊！好，大家又一下这个部落买啊念，这个所在叫做朱加尔部落。决定伫路边的早顿店稍微食食早顿休困一下好啊，因为一直因为落雨，所以我拢无停起来。分大烫好嘛，啊，像啊，天气稍微食食个物件，还阁继续行。因为规工看起来拢会落雨，然后吹风，其实热量消耗嘛真大，行阁会寒，所以行一早顿加食寒，补充一下热量。雨暂时稍微停落来，过休息就继续来行，因为这样今日这天气应该就是雨拢一阵一阵啦。谢谢老板娘，谢谢老板娘，本来哦要请我吃早顿啦，但是拍摄，所以我一样还是有付钱的，但是谢谢老板娘的心意啦，哦，真的很谢谢她。这是少数无可能有的骄傲。看无啥物好记录一下部落的风景。路边看到一间细间的土地公庙，想讲倒来参拜一下。今日路程较短啊，即马雨嘛停啊，所以停倒来拜拜看一下，看一下有啥物特别的无。福德寺当然是拜咱土地公。看一下这尊土地公。看起来嘛是老老的土地公，旧田福德祠。啊，这间土地公庙的后边嘛是有做一个那蒙古的形式安尼。我感觉这是较好像是比较客家人的客家被公开有这种的设计。
就感觉上我拢是客家庄较有看到。啊，可惜的是这边，因为这看起来就是因为要做路的关系，你看一只拢切开啊，这是较可惜的所在。我感觉甲西部无同，西部汉人的聚落甲原住民的聚落有足明显的区隔。你一行到迄砖头，你就知影，这全部拢是原住民。当然，可能有几户可能是汉人，可是你就看会出来，迄明显无标，你就知影迄是原住民的聚落。啊，东部遮就较无同，我感觉东部安尼一路行来啊，汉人甲原住民的距离是比较接近的啦。无唔对，有当啊，原住民因感官是住伫山头啊，可是可能佫较过来。较接近大路的所在，可能就有汉人，所以咧明明我拄在幺里部落，啊，行无几步路边就阁有土地公庙。我感觉上甲西部那边比起来，这边因的结合是比较紧密的啦，就是大的距离是较近的，这是我观察的现象。看起来是一只台湾黑熊，用。这是用竹啊，是用藤编起来，然后后壁阁有盘一个大背包，甲太阳能板。咱今日行的路较挖山，啊山这边一般拢是砖头，然后较挖溪小姑峦溪这边就拢是田，然后阁较过看袂到的所在，这条就是小姑峦溪，然后另外迄边的山。好。要阁开始落雨啊，所以手机啊要收起来。这就是我拄只讲的，我感觉东半部只原住民甲汉人真正大足近的，因为这是福音社区，内底我看应该是部落，可是就是有几户汉人，包括这路口一间万盛堂，拄啊好即马雨变大，伫只稍微休息，入来去拜一下万盛爷。万盛堂，万盛堂内底供奉的是这个万应公，以及则搁顶狂写三十六天书或者正神，这个所在叫做松浦，所以则开始写万应公神威殿，这个松浦，然后这是万应公本人。这是有雕金身的。然后万应宫的边啊，有这个万圣联合的牌位。然后这间庙伫无同的年代有无同的称呼，之前嘛有称呼过大众爷庙，然后后来佫有松浦万善祠，啊，即嘛是万善堂，所以大家时期名无啥同，但是应该同款的拢是拜这个万应宫。万盛堂的边啊，有供奉土地公，有一座细间的土地公伫遮。万盛堂的金炉，这也算是一个真特别的画面，就是万应公、土地公镇守伫这个部落的入口，这看起来就是要入去部落的路。另外头后边还佫有教堂。雨拢安一阵一阵，真麻烦。过差不多，八九公里就到今日的目标。哇，这部落的装饰看起来真水，拄好伫教堂的外口。教堂本身嘛看起来足老的，一间水水的教堂。整个这个所谓花东纵谷景色一路走的其实都差不多，山、田、然后云，但是就是怎样看都感觉很漂亮。欢迎光临春日社区，这明显也是部落，可是我刚才路边还有看到特地公庙。在这个芝罗部落里面有一间五国宫，照这装饰看起来好像是客家人，来我都无要我入去啊。
我实在是嘛分袂出来，这到底是原住民还是汉人的聚落，反正大家拢住做伙，安尼敢若嘛袂歹。开始出日头啊，稍微较好满先腾起来无，足翕的。应该伫我要去的所在足近啊，搁行一段就到啊。我讲唔对而已啊，搁有五公里靠到今日要住的所在。爱过差不多一点钟吧。日头渐渐出来以后，哇，嘛真水啊！无落雨，手机啊就当揢起去吧。这块牌啊，唔知道是啥物意思的，是指这条线过，就是瑞穗乡，还是讲这是要往瑞穗乡？总之，就是离咱的目标瑞穗愈来愈近啊。搁坚持就到。这桥敢那无介好桥，因为车道无宽，后大车就足危险，爱一道冲过。这应该是一挂啥泛舟溯溪的活动，秀姑峦溪。这应该是这道最后一届搁看到秀姑峦溪，刷来。应该袂阁看到伊啊吧？我对一透早就沿这个花莲的193县道开始行，发现规条193县道拢那咧比零四加速赛同款。秀姑峦溪游客中心，我咧想讲这個雕像是不是泛舟的意象啊？无，我实在是看袂出来这是啥。因为过一公里就要到今日休困的瑞穗青莲寺，所以先把好爷公请出来，因为看起来暂时袂落雨啊。好，行，总算来到咱普化寺普安佛祖的祖庙青莲寺，今日就要照带你这个所在。好。绿茶肉圆，感谢熟情委员姐姐，不急招待我，还准备了一桌好菜，谢谢谢谢。敢那几日刚无买刮刮乐啊，因为不是无拄到，就是伤早还袂开。真好赞，我看应该是无对啊。差这组应该是不对。花莲玄武堂，花莲玄武堂即马等于是甲即个武圣宫合作会，所以有两尊虎爷，内底迄尊虎爷是关圣帝君的，然后外口即尊虎爷才是咱邯郸爷的虎爷。我今日带你即个瑞穗青莲寺，这是咱屏东中地普化寺普安佛祖的祖庙，那因为我进前。从来无对大家来过祖庙进香，所以一道是讲环岛的行山山会经过瑞穗，我着不管哪，我一定爱行入来，就是爱来遮拜拜者。啊，无其实照我的就是脚程，其实我会当免休瑞穗啦，我会当阁行落去。啊，可是是讲这是一个我感觉真有，就是很有意义的地方哦。所以一定爱对家来，啊，这嘛足感谢咱普化寺、普化寺的张主持。张主持伫几日工前的，一直咧靠我关心我的进度行较对啊，然后嘛是伊帮我联络这边青莲寺家的委员，
然后帮我安排一个房间，好爱当伫遮休困。真正是非常感谢咱张主持斗三工，啊嘛真感谢咱庙方的委员，这个苏晴姐，伊不止帮我领到这个新房，然后拄则搁请我去食饭，真正是非常感谢伊，好爱当伫遮好好啊休困一暝，因为明仔要行到红林，有淡薄啊较远一撮啦。所以会当好好休困，洗一下身躯，我想对明仔是真有帮助。啊，咱青莲寺主事这个释迦牟尼佛是这个乌面的佛祖，伊的建庙起源嘛真特别。相传有一个长者是这个佛祖来化身，然后打两个吊人啊来到这个所在，然后讲要先寄囥伊家，然后。人就无去啊！那过足侪工以后，遮个人是讲，惊内底物件会歹去，所以大家做伙较拍开看卖，内底是藏啥？结果着人啊拍开以后，发现内底有两尊佛祖，即个释迦牟尼佛当的释迦牟尼佛，然后佫有一个鱼雕就是啊，鱼雕的意思就是两尊佛祖，那一尊镇守在遮。啊，然后另外一尊是要去镇守这个，敢那叫做马太安，就是即卖光复，所以光复遐嘛有一尊佛祖镇守伫遐。啊，即卖伫遮的这尊，就是即卖青莲寺。即卖佛祖神轿的形式啊，并不是即卖较创新的，是古早因就是采用这个方式。这就是今日要住的乡客大楼，内底房间非常的赞，真正是爱在厝感谢咱普化市的主持，真正非常感谢伊来斗三工，然后阁有咱庙方的这个苏晴姐，咱的委员，伊是咱庙内底的委员，真正非常感谢因帮我安排一个遮好的所在，然后反正该有的拢有啦，我即下要赶紧来去洗一下身躯，来把这衫裤洗洗。